Hi everybody, Sherry from Asian Boss. China has been beta testing a new social credit system that is pretty similar to a Black Mirror episode. During the episode, people rate each other on the level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hospitality. A higher rating means you get the benefits like no deposit of renting house or skipping airport security. But the low scores means you can rent a car or apply for vis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pects to make this system mandatory in 2020, but Chinese tech firms already have a social credit option in their apps. What do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this social credit system? Let's hit the street of Shanghai to find out. 现在国内用手机支付已经很主流了，你同意吗？同意啊。我同意。同意同意。你最近可以分享一下你用手机买了些什么吗？就淘宝呀、啊，然后柴米油盐各种东西，然后家具啊什么的，信用卡账单，然后学费账单，然后包括一些水电。去医院配药也可以用支付宝，然后便利店、商店都可以用。吃饭，比如说买衣服，所有的东西几乎好像现在出门都不带钱的吧。用了手机支付，你就自然会留下很多线上的痕迹。你听说过支付宝里面有一个芝麻信用吗？啊，有的呀，我也有在用它。啊，听说过的，听说过。对，那么对于可能不太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外国友人来说，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吗？其实我感觉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就是借助支付宝的强大的覆盖和它的深度的深入我们介入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东西痕迹来建立啊这个阿里帝国当中的这样一个对人的评判的一个价值评判的一个体系。算一般，然后几分以上大概算高的，你们有概念吗？600到700算一般吧，700分应该算高的。你们第一次听说支付宝这个芝麻信用的反应怎么样？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信用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然后支付宝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也可以就是说提升人的信誉度吧。芝麻信用挺好的呀，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更加多一点，更加推广一点，类似于这样的信用比如说行人穿红灯闯红灯就应该记录征信里面，这样就不容易犯错嘛，对吧。那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会有就是 有什么好或者不好的？那好肯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信用还可以啊，所以可能我在一些运用支付宝体系的一些 APP 或者一些东西，那我就可以得到它所我应该享有的便利。我倒觉得挺好的，因为以前都是只有信用卡，然后个人征信系统，然后只能用到一点点的方面。我其实还蛮希望就是有这种比较公认的一种信用系统嘛。我个人感觉如果他借助他的这个对我们生活的渗透来做这个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来反对的，因为他现在是在我使用他的其他产品的时候完成了他对我另外一面的一个调查和收集，是吧？无论我启不启用这个芝麻信用，他都有这个数据，这个就是很烦恼的事情。我们是了解到芝麻信用的高低有一点是取决于一个叫行为偏好的，你能想起来最近你的哪些上网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分数吗？提高或者减少都有。是不是还是我会租借这些产品然后按时还吧，然后用花呗，然后也是定期还，就是准时还款吧，就是一个守约，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像我这种信用很高的人是不用去注意的。有些人他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可能有时候会大批量购买某种东西，就比如讲我是做食品的，我可能会大批量的购买各种就是小零食啊之类的东西，然后用于自己研究用。但是会不会他淘宝的话，他就支付宝他就会认为我这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吃小零食这样子。有查到啊，说比如说有可能在淘宝购物的时候经常买一些什么粗制滥造的产品，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分数，你们觉得这个听上去现不现实啊？不现实吧，有没有可能？你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它是粗制滥造的呢？对啊，我是觉得是比较因为他有的卖我就有权买，除非淘宝那既然能够让他上架，那我当然有权买，当然有权买，对吧？你还用这个来规定我，那就有点搞笑了，对不 对如果有企业集团这么判断，我相信是不应该的。买粗制滥造产品这个不是判断一个人价值或者说个人这个信用的一个标准。对，因为本来就是
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个人征信系统嘛，然后这个你的诚信体现在就是你跟别人约定你跟他借这个钱，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还。我觉得重要在于守约，而不是在于我买了什么东西，而且我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隐私来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数据是不能拿出去作为评断的。对，还有一个是是说有人脉关系，然后他也并没有具体说是怎么样的人脉关系会决定你的这个，我们只能猜测说可能啊、你的朋友他的信用分数比较低，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同随之降低。你们觉得这个可行吗？不可行啊，这我觉得也是比较荒谬的。对啊，有点搞笑、这个、有点搞笑。我感觉这个是有他的考虑，但从我来说的话是很愚蠢的。嗯，为什么？愚蠢没有理由，我就是感觉他愚蠢。那也没办法呀，总不见得为了几个分数把朋友驱散掉吧？对。那你会取关他吗？取关他倒我不会吧、为什么呢？毕竟是就是真实中的朋友嘛。至于他那种行为，只是他的不太好，至于取不取关，应该不会取关。没有，完全没有。可以链接，我觉得链接是可以链接的。就是其实这有点像是通过社会关系来就是让这个人觉得有压力嘛，就是我必须好好的遵守这个信用的这个问题嘛，不然就是别的朋友也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社会舆论对他的一个压力一个监督嘛，这样我觉得是好的。就是有说是2020年中国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体系，你觉得建立这个信用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方便管理吗？我也不太清楚啊，我还没听到这个消息说要建立全民信用体系。我就觉得还是提升每个人的信誉度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包括以后就是说，会很便利吧。约束呀，对大家是一种约束呀。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有个人在街上闯了一下红灯，你拿他没有办法呀，对吧？机动车你可以扣他分，罚他钱，但是你行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建立征信系统的话，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如果你闯红灯的话，将来对你的贷款什么都是一种有一种那个捆绑式的，相对来说人就会约束多一点嘛，对吧？这肯定是必要的吧。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公开透明，就是说在某一个网站，或者是他就直接出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会收集你哪些信息，然后我会进行什么样的加工处理，然后关于什么样的信息我是不会去进行这样的加工处理的，这些应该都是规定好的，然后我们大家都能看见。我觉得早就应该有了吧，就很多方面，因为政府做的话它可以涉及到它的比如说银行的这个记录，可以涉及到它的犯罪记录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判断一个陌生人最好的一个标准呀，包括比如说我请一个工人，就对老板来说这包括反正就是这种陌生人的交流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张名片，就我给你拿出去我是清白的，我的履历是好的。其实对于被要求参与这样一个系统，就强制性的说，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参与吗？我愿意啊。为什么？我本来就奉公守法嘛，对吧？有什么不好呢？有些行为还是需要监管一下吧，恶意的，比如说或者什么诈骗之类的，网络暴力啊，网络暴力，你觉得也是需要，就是说未来有这样一个信用体系来？对，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对于这种是老赖啊，我觉得就应该出台一些这种东西来限制他嘛。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你的信用分数会被某些个人啊或者机构滥用，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天真到认为这样一些数据不可能被滥用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悲哀。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是靠这个就会隐私暴露啊，就是现在可能像你说的电子痕迹，它已经就是你的隐私，很多隐私就被企业或者什么知道了，包括微信朋友圈推送的一些广告也很多可能都是根据你的偏好或者根据你的什么。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信息泄露蛮严重的，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电话骚扰广告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需要维护它的这个秩序。这个现在个人信息被泄露已经很普遍了呀，对，但是我相信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种，就是政府也会做一些更多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信息安全，然后我相信总是有解决方法，不可能因为我害怕泄露，我害怕就是被别人利用，然后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对，
那你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保护呀？就得到保护，除了自己要小心以外，主要我觉得还是靠外界的政府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啊。哇，这个好难回答哦。这个比较难回答。包括像美国之前不是很多自己的信息也是被泄露，就是各种。美国有同样的问题，对，像 Facebook 之类的，对。我觉得平民百姓对我们也很无力感，说实在话，真的。对，我不去保护隐私，保护隐私是没意义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怎么说，网络时代、电子时代、数字时代，你想保护自己的隐私是徒劳的。你带了一个手机走到哪大家都知道，你家在哪里，工作在哪里，消费在哪里，都知道的。所以现代社会是毫无隐私可言的。 So what do you guys think? Can you imagine a social credit system like this working in your country?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For more authentic insights into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al trends from Asia,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next time.